Hello 大家，这个视频给大家试色 Camic 超火的卧蚕盘新色03号和限定色04号。我们先来画这盘限定盘04草莓色，别看这小小一盘，放大来看完全可以作为眼影盘来使用。这盘总共三个质地，两块哑光色分别是阴影色和提亮色，另外一颗珠光细闪和一颗爆闪。这盘是草莓调的红色，非常少女，冷暖皮都能驾驭。不会配色的姐妹建议像我一样把上眼皮一起画上，因为颜色够清透，所以黄皮也是好看的，不用担心无法驾驭。然后看这一盘非常保守的03盘，我觉得它非常百搭，我称之为清纯小白花的配色。官方色号名称是奶茶色，是一种中性调精致的略带粉色的米色，所以和肤色融合度很高。它这颗哑光提亮色就接近于哑光白色眼影，可以单涂用，也可以作为珠光打底色来用。配色逻辑和上一盘演示的一模一样，眼妆的完成度非常高。好了，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